噔噔噔噔！今天我花一个月的生活费买了一个黑刺榴莲，这一个小榴莲2斤多，然后花了我一个月的生活费。今天咱们来开一下，看看它到底值不值。开，我去，第一半肉。熟透了啊！第二半，第三半，第三房，看看还有没有？五四房。没有了啊，开出了四房肉，但是每一房还是挺大的。看这些，一个2斤多的小榴莲，是吧？也还可以，尝一尝。我去。这叫核，我差点连核吞了。核超级小，你们觉得我这一个月生活费花的值不值？